北京冬奥会将在今天晚上的8点正式开幕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组委会为媒体记者们提供的一些装备啊，都有哪些，也被我们称作是开盲盒。好，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有一双手套啊，方便我们这个工作用，还有一个毯子啊，这个毯子我看不少记者呢已经开始把毯子裹在腿上，因为北京冬天的晚上还是很凉的，现在的温度大概是0度左右，那么到了再晚一点呢，可能达到0下3-5度。啊，还有一顶蓝色的小帽，啊，这个也很漂亮，也很漂亮。上面还有这个印制了北京冬奥会的 logo。哦，还有一个坐垫啊，这个坐垫对于摄影师非常有必要，